哟，我们全桌排球在下个礼拜打，所以我们今天早上有一个开会，现在7:30，平时都在睡觉啊，这个时候。只是要带着这个西海岸队练球，然后选人不简单了。每一个教练都希望自己区的球员会中选多一点。我不懂，我要怎样跟他们解释啊？排球不是只是打一号、二号、一号、二号。Itu pas besar dia buat 40. Besok boleh? Besok. Okey juga. Oh, 要下雨了。现在要去建国教拉拉队啊。建国下个星期就运动会了，可是我下个礼拜就要带球队去打全球赛了，所以我不会在。所以我们这两个礼拜就已经把那个舞蹈赶完了，下个礼拜就靠我们自己了。青队这帮小子都蛮本事一下，自己都可以练到很不错。今天要加每一些 stand， 把它配进去他们原本有的那个啦啦队舞蹈里面。所以他们赛以前跑步啊？因为他们想要生病哦，应该，所以跑步比较壮，应该。我们3:30从学校出发去 complex， 你要不要帮我载女子啊？他们也是你那个啥？有男子也是。今天我们对突发，突发是多兰的 volleyball association， 不过下大雨。跑就够，跑就够。快些脱袜，走就够。最熟是我们的。哇，十个人吃的饭哦。拜拜，子。凶手。哇哈哈，没有。觉得你好幸福，因为你有一班这么爱你的兄弟姐妹。我觉得我是更幸福的，因为我可以认识到你，还有跟你在一起。那你愿意嫁给我？ Yes. Yeah.Gabriel and Angeline happily live together, continue to love one another and to give one another unconditional love. Wish you the best, guys. 我要 wish 啊，我的朋友 Adeline 还有 Gabriel 有一个幸福的婚姻。Stay lovely, stay awesome.